你的面上长的是大富大贵呀、这一本光想荣华不会受穷啊，荣华富贵你想不尽，那绫罗缎皮你穿不清，为什么我才这样给你算？从你面相看，门里那老辈里那更不一样通。我看着我你的父他不是一般正常人，他必定在朝中把官来迎，门里父必须在朝中把国报，他不是王爷也是个回宫。哈哈哈哈。